兢兢，共君老祖发轩轩。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昆仑文明起始，距今已有15000多年，是富含包容善性的和平文化。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融儒道释百家思想于一，结合宗教、教育、学术、经济于一，创立维新圣教，以天下太平为本愿，以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为目标，将中华和平文化弘扬于全球，视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推手之一。天地立宗，圣人立教，法名宗教。自古以来，有人类即有宗教，它是人类对宇宙万生万物表露所出的深层前进之心，而民族命脉的延续当然也有赖于对宗教的坚持。中华文化发展源自于尊天敬祖的宗教信仰，透过宗教祭祀礼仪的传承，使中华文化法脉及古圣先贤之智慧命脉得以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始自7351年的伏羲氏族八卦祖师，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到50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族，他是我们人文始祖，代表我们的心。神农炎帝族是医药农业的始祖，代表我的民生的始祖。还有九黎蚩尤帝族就是工业始祖，就是我们现在当下所有的现代科技文明始祖，都是九黎蚩尤帝族。但是5000年来在历史的记录，恩怨情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把整个我们同样我们共同的祖先九黎蚩尤帝族，它的工业科技文明我们把它磨灭了。结果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科技文明的产物，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根溯源，翻开人类一部文明史，实则是一部战争史。根据维新圣教鬼谷子学术研究会的研究发现，光就中华民族而言，自距今5000余年的中华三族以来，即发生3762次大小战争。历史见证，以战止战，以暴止暴，并不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平是一普世价值，是全世界共同的期盼，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希望。关注宇宙大地本和谐，人类内心心灵深处亦本和谐。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是由祭祀祖先开始，演变到祭拜天地鬼神，由感恩颂德报功而礼敬历代先圣诸贤，一切崇拜皆以人伦道德为根本，是人伦与天伦的合一，是人道与天道天德的合一，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根本。我们要追根溯源，祖德流芳，我们要敬祖敬大孝，要祭祀祖先。无论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三族的儿女们，无论当下是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有共同的祖先，就是轩辕黄帝族、神农炎帝族、九黎蚩尤帝族，都是我们所有三族儿女当下16亿的人民三族儿女共同的祖先。所以我们要追根溯源，尽大孝之道。
1983年元宵节起，慧圆禅师尊天法旨，承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灌顶，开始行道，名义药社。1988年，慧圆禅师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创立台湾维新圣教，建设禅居山仙佛寺总本山以为根基，以发扬中华文化道统、维古文化、易经风水学为宗旨，将中华和平文化弘扬于全球。我们现在在世界和平原点的发祥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大雄宝殿，这一点是世界和平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文化大熔炉，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三族儿女心手相连共创世界永和平，从这里开始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儒释道百家的思想融为一炉，在民国80年在这里建设道场禅机山仙佛寺，在这里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就从这里开始。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慧圆禅师与鬼谷先师天人合一，承传中华文化道统、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以太极图之阴阳及天地人之意涵，创立维新圣教维新宗，延续孔子的无道一以贯之之法脉，在台湾深耕茁壮成长，并擘化至全球四大洲。台湾维新圣教是一融合儒、道、释百家思想的人文宗教团体，从敬天法祖、祭祀祖灵开始，以祭祀活动行道德之教化，安顿个人身心与两岸和平，达其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之本愿。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载体和精神依归，也是人性的萌芽和社会道德权威的来源。祭祀是宗教文化主体之一，古今中外皆然，具道德教化功能，透过祭祀诸仪式，再表达前进与追思之心。尊天敬祖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宗教信仰，以孝道为起点，以人民爱物为至极，以臻于广博爱心的大同理想世界。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市民宗教，宗教含藏的人的灵性、人的生命和人的智慧、人的思想理念都在宗教之中，所以还没被开发以前，藏在每个人的心中，藏在山河大地的任何个角落，还没开发出来的都叫做藏，所以开发出面来，然后把它记录起来为藏，所以道藏就是所有一切中华文化大熔炉的智慧，所以天下太平就是世界和平的原动力，就是要道藏啊！本维新圣教所有的一切上善之事，上住天伦，下住地理，中通人事，都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易道所演化演扬出来的华宝啊，都在里面。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慧远禅师视天上天下为一家亲，以天下太平为本愿，由祭祀祖灵起始，以广视野全方位众生为念，力促人类各相关关系间的和谐，主张世界欲和平，民扬两界同关照。又说祭祀祖灵，在安祖灵，祖灵安，世世代代子孙福慧增长，天下太平。2015年3月，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在世界和平原点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开示，追根溯源安祖灵，在打破宗族对立，促进世界和平。此由中华民族血脉延年的追根溯源研究，可以证实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皆源自于中华三祖之血脉，本是同祖同宗同源，其后之各氏族宗族皆由此出。换言之，虽有不同名称之宗族，但实则本是一家亲。那么在这里呢，在秦始皇的时候，徐福真人啊，到了东瀛，历代神武天皇，到现在来124位天皇，一脉韩国是有后裔北移到韩国去了，另外一脉呢，就是啊大陆与台湾啊那两岸都是三族儿女，我们务必不分啊，你在哪个地方，我们一并都是在地球上共同维系生活的生存的啊，所以王孙老祖慈悲开示我们，我们一定要追根溯源，万年归心。祭祀祖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亦是教化之本。中华文化通过祭祀祖先，使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代代相传。祭祀祖先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源文化。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关怀中华三祖儿女，也关怀天下苍生，并开示有形建设在启发、开发、启示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心，又为尊天敬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文化，宗庙宗祠的兴建在弘扬中华根基文化，在安祖灵，祖灵安护佑中华儿女福慧增长，护佑中华民族血脉文化法脉源远流长。在5000年来，大天下小天下的劫难都在发生，所以我们身为中华三族的儿女，应该要用心用修行的法仪和智慧来化解干戈习战争啊，维新圣教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祖延荣而成立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总会在台湾。当下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尊天法旨，在台湾举办10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汇集每坛36000众三祖儿女，共同表达爱好和平之心声，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本维新圣教尊天华旨，为圆满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和当下全球将近20亿的三族儿女能够名扬两界，天人合一，共创未来世界真和平，就必须要从祭祖开始。所以本维新圣教尊天华旨自2004年开始，
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举办联合祭祖大典，啊，唯愿唤醒三族儿女的心，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啊。自2004年起始至今，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慧圆禅师连续10年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的36000人众，举办追根溯源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就是在安祖灵，祈求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也在启迪全球中华儿女的心，饮水思源，知祖恩，感祖恩，报祖恩，行大孝。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慧圆禅师以祭祀祖灵、安祖灵，祈求世界和平，他也在实践中华文化中固有的人伦道德，并创造以文化调和与自然融通的观念，即达成与整体宇宙和谐共存的理想。世界要和平，两个人要和平，一定要先从祭祖，大家是同根同源同祖的开始。所以在本维新圣教民国84年啊，尊殿华子禅机三仙佛寺之后建设三宝寺，台中县后里三宝寺啊，这里在2004年祭祖圆满之后设了天主啊帝王殿啊，这个供奉着中华民族三祖以来啊，我们所有917位天主帝王啊，这一些呢都是恩怨情仇啊，这个不化解怎么化解？只有靠宗教的力量才能化解。祭祀祖灵必先立庙是自古名训，具返本报始精神。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慧圆禅师于2002年8月28日首度带领诸众弟子亲临河北涿鹿乔山，礼敬人文始祖皇帝，当下即发愿为中华三祖奉献智慧力量，故有乔山皇帝殿。凡山蚩尤祠、古山炎帝庙等，皆在宗主慧圆禅师发心，依易经风水的法则下兴建完成。2015年10月5日，宗主慧圆禅师在其《中华三祖文化之教育真实义》一文中开示曰：“故尊天法旨，自2003年起，王禅老祖圣世，依三祖之法源，分别于中国河北省涿鹿县乔山建设皇帝殿，凡山建蚩尤祠，古山建神农炎帝庙，共3座庙堂。”以宗教法仪安奉三祖圣灵，即15615姓氏祖灵，以安魂力魄。祖灵安则子孙心安，以见大孝，则世界和平也。台湾维新圣教立教子三祖，弘扬中华三祖文化，以中华文化道统、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为宗旨，于全国各地普设道场，供奉中华三祖圣像，并依照宗教法仪真实义超度列祖先灵。目前台湾维新圣教创设之道场，除总本山仙佛寺外，共有40处分道场及24处教室，它象征易经八卦24山象方位的圆满，也象征由总本山仙佛寺所主导的59分道场教室之世界和平大法轮，以宗教法仪开始运转，举办各类型诸法会，祭祀祖灵、安祖灵。而2009年成立的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也将成为维新圣教推动世界和平的舵手。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慧远禅师曾明白开示，教育为和平之本，教育功能在传递与散播文化，和平教育之本质在传播和平文化，在推广和平文化的价值，更在创造新和平文化可行的蓝图。台湾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结合教育与学术，在例行和平教育的全面推动，在创造崭新的文化归属。中华文化道统鬼谷和平文化易经风水学，以易经风水来创造世界真和平。中华文化始至7350年前的伏羲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天地之间一切万法的调和法则，用教义文字语言把它阐述出来，为道藏。所以本人从民国72年开始将中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如四道百家思想把它弘扬起来。那么我们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尊天华子，为国修道立人天，为民族祈福定太平，是我们的本愿。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慧远禅师行道至今33年，接法无尽数，并创办易经大学，将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融儒道士百家思想于一，有系统的予以弘扬，并实地录影录音转译成文成册，赋以经典形式典藏，名曰维新道藏，共15615卷，卷卷中华文化，卷卷鬼谷文化，卷卷直接人心。它应和了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曾开示的建立新庙万万殿的真实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鬼谷文化古至今用的示现，更是未来世界和平的灯塔。为弘扬中华鬼谷和平文化之枢纽，宗主慧远禅师于1993年开始著书立说，以宣扬易经心法和风水正法，遂有阳宅风水的奥秘、风水宇宙观、易经心法入门、易经风水面面观，累积至今共有15615卷维新道藏的问世与落实，以促进世界永和平。本人从民国72年开始将中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如四道百家思想把它弘扬起来，由维新圣教易药出版社联合法师带领了101位贤士同修汇整了中华文化大熔炉，即是维新博物院，里面所典藏的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鬼谷文化智慧法宝，到今天总共有15615册不重复的，这即是中华三祖的智慧和生命，也是中华民族三祖儿女文化内在智慧的生命泉源。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慧远禅师曾开示曰，本宗门法源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并融佛学、道学、百家思想于一，尊重人性，阐扬本性，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为本愿。又曰，本宗门自1983年元旦开始，以天地立宗之法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为人们解忧除厄，都有相当可靠的正道，
证实易经风水学是世界和平的原动力，是世界和平大法轮。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为鼓励大家学易经，特于1996年在总本山仙佛寺创办易经大学，是唯一无宗教、种族、性别、年龄限制的社会教育大学，至今整整20年，并于1998年开始走向海外各地弘扬中华文化，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东南亚、东北亚及中国大陆各地，行脚遍布全球4大洲，对世界和平发展空间的开拓贡献极大。2000年成立易经风水爱心团，落实易经大学学员的服务学习课程，后更名为易经风水服务专案。2001年开始于台湾各乡镇举办易经风水面面观讲座弘法。2004年开始举办世界华人易经心法暨风水学养贤班，培育海外弘法人才，至今未曾中断。2008年7月24日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目前全国已有185万学童读易经、学习易经。全国各大专院校学生及各大学建筑及景观设计学系学生，已分别于暑假期间前来接触中华鬼谷文化，研习易经风水学。2008年12月成立维新电视台，全方位24小时播送中华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于全球4大洲，此对世界和平目标的实践贡献极大。复于2009年申请成立维新圣教学院，以培育精英弘法人才，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2012年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春计划，协助世界各地台商稳定事业，结合经济力量带动世界和平发展。2013年10月成立易经大学国际网络学院，开设云端教室课程普传全球，目前已培育出200余位法讲师，于全球各地共转和平大法轮，弘扬和平文化易经风水学。本维新圣教的法脉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尤其易经与风水是关系到家家户户的事业成功与否，所以万家工厂万家村，若是家家户户的事业能够圆满，能够安定，事业成功的话啊，我们才有这个心啊，才来一起追根溯源，来祭祀祖灵，这是不变的真理。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30余年来，以天下太平为本愿，念兹在兹，一心为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在奔走努力，推动和平文化教育。2012年10月，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入围之肯定。他启示中华文化是世界和平文化，中华鬼谷和平文化易经风水学是和平学，深植大力推广与弘扬。啊，本人在2003年的一年呐、大彻大悟了，三祖儿女应该和谐。也查出了中华民族有那么多姓，15615姓，3760大小战争是有原因的啊，所以必须要将所有列祖列宗诸祖灵借由宗教的修行方式来超度，借着这个因缘
好，我们能够一直举办祭祖大典，这是一个大孝，祈愿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和本愿。我们一定要有追根溯源，顺宗追源，祖都流芳，社会才会和平。世界愈和平，不同文化要交流，多元文化的交流在丰富彼此的文化。它亦是异中求同，同中存异，彼此建立互信、互通、互融的文化融合概念。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为其开拓两岸及世界和平发展空间，特以中华文化、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为主题，自1998年起开始进行追根溯源的文化研究工作，并陆续举办中华文化、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与世界和平两岸文化交流和两岸高层论坛，其世界和平由两岸和平起始。2001年，两岸鬼谷子学术研究会友谊交流大会首度在总本山千佛寺千佛禅堂举办，连续3年。2003年元旦，附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盛大的36000人众的两岸鬼谷子学术研究交流大会。期间，宗主开示，两岸同祖同根同源本一家，皆是炎黄痴三族子孙，两岸需要互动与交流，以增进彼此了解，拥有政治政见，才能化解干戈习战争。2006年起始，即有系统的举办一系列的人文讲座，即中华文化、中华三祖文化、鬼谷文化、孙子兵法、易经风水学等与世界和平之两岸高层论坛，至今未曾中断。2009年，首度在中国大陆河南淇县鬼谷文化发祥地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交流大会。2013年，两岸鬼谷文化交流会于3月29日再度在云梦山八卦城举行。宗主混元禅师于维新圣教2013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之序文中开示，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之真实意曰：世界和平之祈愿不是口号，而是事实，亦可实现的。中华民族一定要大团结、大圆融。中华民族自称是优秀民族，我们要立行，重新开始，从这个心、善良心、慈悲心、爱心、包容心、友情的心我们从这个心开始，世界才能和平，两岸才能和平，中华民族未来千秋万世才是真正我们自称的优秀民族。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98年2月2日起始280天，在台湾电视公司《易经风水面面观》节目中阐解中华文化《礼记礼运大统篇》，开示天下太平是21世纪全民63亿人口共同的天命与责任。若大家都遵照《礼运大统篇》的真实意去做，相信世界会和平。附于2012年11月22日清传《维新圣教消灾化解心路历程》一文。文中开示，维新圣教是台湾新兴宗教，宗旨是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并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本愿。故自1987年起，每逢天下世界有天灾人祸之际，宗主混元禅师皆依法旨，带领门下贤士弟子
共同一心恭诵各式经文及祈福文书，转念入心，以为利他利人天之共同本愿，并依宗教法仪升坛祈安法会，尤其虔心以斋转香花果转供养宇宙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坛城受纳供养，加持灌顶，共转消灾化劫大法轮，皆得满愿，至今未曾中断。对社会人心的安定，对世界和平的促进，贡献极大。然后上回下元禅师给我们的知识，我们三宝是供奉了156姓氏列祖列宗在此地，遵从了维新圣教的指示，每天要诵经以及供养斋饭，这是我们上本下元禅师的苦心30多年来所要求的。希望从今之后，我们社会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有社体的，都是我们的兄弟，都是我们的父母，要和睦共处。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念念在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法脉延年，也念念在为着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即曾开始，历史的演化有历史背景，也有天意，顺天而行，把心量打开，置天于心中，视天下为己任。此尤其对筹建中国大陆河南云梦山八卦城的心情与努力，可以证明宗主混元禅师是无人的楷模典范。他做到了将天置心中，视天下事为己任。宗主混元禅师视天下为一家的大胸怀，亦于此展露无遗。他也启示未来际，宗主混元禅师将继续带领维新圣教维新宗弟子贤士大众，肩负天下太平之重任，并与海内外中华儿女心手相连，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以为本愿。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一再开示，世界和平由两岸和平起始，故有在中国大陆河南淇县云梦山八卦城和台湾八卦山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起建完成，同为中华文化大熔炉，同为世界和平之灯塔，视为两岸和平、民族大团结、共转和平大法轮的起始。金钟一响，传千里，法界萌心，照大千。这是宗教家、修行者的心，由外而内，做追根溯源，找到自己的心。世界要和平，避免战争，化解干戈，习战争，必须要从尊天法旨。大家要为国来修道，所以我们就是要从祭祖，祭祀共同的祖先，不分你我。所以我们身为宗教的，把中华文化道统，文化在台湾，这是天意所安排的。我们唯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有关世界和平，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由祭祀祖灵起始，祖灵安，中华儿女福慧增长，天下太平，故有借由宗教法仪于全国各道场举办祈安法会，以祭祀中华民族列祖列宗15615姓氏祖灵，及中华民族历代天子帝王917位圣灵之事实，以安先祖的心，
以安中华三祖儿女的心。富有自2004年元旦起始的，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的36000众的追根溯源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至今10年，启迪全球中华儿女大团结，知祖恩、感祖恩、报祖恩、行大孝，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本人是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所以本人呢、带领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及长吉山宣佛寺过分寺道场住持法师，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圣灵追根溯源，万年归心。所以在2004年的1月1日，邀请了三祖儿女代表36000众，在林口大体育馆深谈祭祖。我们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是我们的三位老祖宗。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发愿天下太平，打破宗族对立，力促民族大团结，视天上天下为一家，宇宙大地万生万物为一体，四海之内皆应有兄弟之谊的胸襟精神及大愿力实践力，可谓天下无双。不仅是位宗教家、教育家，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实践家。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由祭祀祖灵起始，可以证明宗主混元禅师的心量之大，是净虚空遍法界，而其所领导的维新圣教世界和平是全方位的、广角度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世界和平，含有形与无形世界的和平，是民洋两界同关照、普利人天的全宇宙境界的和平。台湾维新圣教可说是当下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它照明3000大千世界。宗主混元禅师行道33年来，全方位为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奉献心力，带领维新贤士及大众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共为世界和平大推手，与天地同德，与日月同辉。世界要和平，必须要从祭祀祖灵起始，才能够追根溯源，万灵归心，共创世界的永和平。世纪耀中华，祖的流芳国际化，饮水思源修王本，联盟祭祀最坦强。世纪耀中华，祖的流芳国际化，饮水思源修王本，联盟祭祀最坦强。光辉世纪耀中华，祖的流芳